黑椒，嗯，我今天早上打了一点黑椒，回来煮水。早上打了？嗯。我那个黑椒很安逸，很新鲜。哦，早上就打的。我那个今天那帮忙。嗯。好。你那个不种的啊，种黑椒的，回去回去了。早上。啊啊，黄椒好，早上种的黑椒。黄椒不？嗯，今天没种，只种了这个红色的。明年种点啥哈？明年要种点白色的。嗯，种黑椒。那它泡酸了，那就不能给拿了。 种二种长条条，要黑椒。
呀？妈，俺里头是几把？来一个蒜，哦，盐加牛肉。